我们本来提名机制就是有一个幕僚单位选策会，然后真正决策的是提名委员会，再送给中常会，这是国民党的制度。那大家对于选策会有意见，我们就不断的持续的调整来改善。那我再一次强调，我们提名委员会，我们立委提名委员会原则上会在下个礼拜三来通过我们的提名委员会，我们会邀集包括重要的县市长，还有一些意见领袖，尤其是能够重视年轻人的意见，能够把我们这个整个立委的提名作业做好。我跟侯市长的共识都很清楚，我们都是坚定的反对黑金，我们一定是希望国民党能够提出清清白白的候选人。对于个别委员的说法我们都尊重，我事前也完全不清楚，但是我强调本来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就全党大家一起承担。那我作为党主席最重要，所有的错都是我的错，然后所有的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个光荣荣耀给我们所有的党员，那最重要让我们的候选人能够加分，那我们不断的反省检讨，希望国民党能够更好，我们这些候选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肯定。